对方的底线空档被梅纳森斯给掌握到。这球Matic漂亮的底线空档拿下抢七决胜局，中场直落二局败永杰搭档，摘下澳网女双冠军宝座。詹永然是第二度的在澳网的女双决赛屈居亚军呢。 詹永然、郑洁屈居亚军，真的好可惜。虽然在首盘第一局就破发对方，气势超旺，更在第六局靠着郑洁跟 Safarova 底线精彩对抽，让对手挂网保住发球局，逼到3-3平手，只可惜未能稳住，输掉第一盘。好球！你看一攻一掩护。 比赛来到第二盘，对手一开始，哎呦，连下两局，情况不妙。之后 ，Mark 大腿不适，再简单治疗后，永杰改变站位，连下了3局，最后5-4听牌，竟然没有守成，最后被对手逼到抢七决胜局，4-4、5-5、5-6，非常紧张。最后对手回击得分，拿下冠军点。好，高兴能够跟郑洁。